我们要出发去露营啦！这正是我感觉像是搬家一样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去露营，不知道途中会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。走走走，你看看这风景，山水还得是看广西，我跟你讲。出师不利啊，出师不利！你把你的鞋掰回来啊！太滑了，还得把帐篷支棱起来。这边也有一个门口呀。那它就是两边啊，有一边是窗啊，放上去就对了的。放上去再调整。有拉链的。把这个顶拉去你那边，拉。得了。可以可以，很完美。今天晚上我们就睡在这里了。来吧，朋友们，夏天的快乐。嗨，妈妈。这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，真的真的很不错，田螺又好吃。哦，浪费。没事没事，一起吃吧，又不脏。没超过3秒。好吃。来一口甜甜的蛋糕。哇，好漂亮这个生蚝！哇塞，这个西瓜你心动了吗？真的好好吃，妈妈。好甜。真的好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瓜。50块钱，56块好像。萌萌大厨萌萌，叫美女，你好好看啊。要吃吗？要吃吗？6块1串，10块2串，快点过来了吧！给我来2串，就这样，100。不要。错了，200。你有段。好吃好吃，满满烤的就是好吃。口号是什么？干一杯，长命百岁。友谊万岁，岁岁平安，年年18岁。我来了。你别说，这个帐篷还挺有安全感的。第一次在外面露营睡觉，晚上不会有人来把我抬走吧？快点关灯睡觉。